很甜美，应该是在讲我吧？好像是你，对，好敷衍。你的嘴巴这样小，哇，你哦。帅帅，大家好，我是萧欣妮。最近发现一名艺人开的韩国餐厅就在 Great Wall City 里面，跟我走，带你去韩国。苏珊姐，哎 ，Hello Hello， 哎，你好像在忙哎。对对，非常非常的忙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等一下我准备美食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去外面等你，拜拜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们终于等到你了，苏珊姐。谢谢谢谢你们的 patience， OK？ 还好啦，四点半到七点而已，还好。不好意思啦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多很多人。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就是要等到这个时候，因为配搭这个美景黄昏，哇，很美对吗？你也很美很美，谢谢。桌上的美食你也是很美，对，你的眼睛也是很大力哦。还好，我们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吃了，好不好？开动吧。这一道、两道、三道、四道呢，是我从韩国请来的 chef， 就是专门从五星酒店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的菜单上有什么更新呢？有这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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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新的，还没有推出的。我是第一个，对，你是第一个，棒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先吃下这个辣炒年糕跟炸鸡，还有鱼饼，对不对？对。哇哦，很 Q 弹，因为我有去过韩国，所以我大概知道那味道。他把原味韩国道地的味道带过来。是的。哇，我每次看韩剧，看那个男女主角哦，一边聊心事一边吃鱼饼的时候，我都很想要 try 看看。然后他们吃完，他们还想说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然后要转过去。然后这样看。饮料，饮料，懂的人懂。我们都知道韩国炸鸡是特别厉害的。对。但是这一次很特别，我们把韩国炸鸡，然后沾上这个辣炒年糕的酱料，哇呼！其实这一道菜呢，我还没有试到。其实它才刚刚来没几天，那天来的时候它就煮了这个。嗯，我吃了我就觉得哇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这个应该是张峰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来，我给你一些。哦，这一道跟那一道是一样的汤底。对，我觉得新加坡人都很喜欢吃火锅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弄成这个火锅这样子。你可以叫饭啊，你要面啊也行。哦OK， 我先尝试了。哇，嗯啊，哎，这很好吃哎，好吃嘞。它面条很 Q 弹，然后这个的辣跟辣炒年糕的辣又不一样。对，这个辣是带有海鲜的鲜味，而且是满满的海鲜哎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很甜，甜美。哇，很甜美，应该是在讲我吧？好像是你，对。好敷衍。哇，这主食这一个就相当的满足。我们还有下一道吗？ OK， 这一道呢，我叫他做这一道是因为我们有很多 customer， 他们每次都要过来说你们有没有vegetarian， 然后呢他就出了这一道榨菜，对不对？榨菜，对，这很香，很香对吗？嗯，你要吃那个茄子，你看它切得很美，真的，而且又薄薄的。哎，我本来没有任何期待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炸茄子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但是真的不一样，它就是切得薄薄，而且里面还是嫩的，所以它不老。我刚才问他，我说哇，你这个做得好美哦，你是怎么做？他就看着我，这样笑了一下。为什么那时候你会想要搬来这里啊？我在那个吉兰巴鲁的时候，我觉得那边很热，我一个礼拜我瘦了4公斤。因为我好像整个人在那边酸呐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而且因为它很热，所以我每天觉得我好像是一只炸鸡翅膀，油耗味很重。对对，但是没关系，搬来这个新的食阁了之后，其实是蛮凉快的，而且整个装潢很时尚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儿子其实他就讲说，我想要叫我的朋友来这边啊，如果他们有一些 gathering， 其实很多人都不懂。我们有一个这么美的外面户外用餐，而且这边的东西又便宜。我觉得就是因为食阁，然后你的是介于摊位跟餐厅之间，这个我们叫做hybrid restaurant， 就是在 food junction 里面呢，它分一个位给我，而且呢他们还给了我你用来好像 customer 他们来这边他们要拍照，我每次就说我们过去那边拍照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符合韩国人现在时下最流行的用餐的感觉。对，你现在去韩国呢，好像你去 Itaewon 还是你去 Myeongdong，他们其实很多都在外面，他们吃啊什么。没错，而且这里凉风习习，又有音乐，又有饮料，没错，加上美食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我们要吃哪一道？这个就是我们的 chicken chunk， 然后我们有两种口味，一个是 honey soy， 一个是 spicy。我们这个卖得非常的好，这个大小是刚刚好一口的哦。你的嘴巴这样小，嘴巴这样小，你一口哇你哦。
这炸鸡很好吃哎。然后我吃到的是有一点点辛辣的，对，不是太辣，然后又刚刚好提味，而且它的酱料不会太多，所以你不会有太有罪恶感。对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这个应该会一口接着一口。对。那我接下来要尝一下这个东西，感觉很像我们平时吃的 seaweed chicken 哎，把它是摘的，摘的啊，它是冻粉。哎，真的很好吃，这个味道很够哎。这个是什么酱料？对，这个是我们的 gochujang sauce， 是 mayo with chili paste。哦，我觉得很有特色哎。然后搭上这个，我会更好吃了，真的会一口接着一口。那素珊姐啊，我知道 Janelle 来过，所以她吃的那一些还有吗？还有，其实很多 customer 都很喜欢吃，所以呢，我也带过来了。所以那些菜单都还有保留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了，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大家一群朋友聚在这里，然后点不同的菜肴一起分享。你期待下一次我会带其他五六七一起过来，然后那时候你再来招待我们。好，一定、yeah! 招待你们喝饮料吃火锅 ，OK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 like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拜拜，拜拜，呜呼。